Hello, icon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苏叶三 Cecilia。我原本在大学的时候是读环保的，然后就因为一次巧合的机会，然后就进入了演艺圈，然后就开始了演戏。就我事业不在那边，可是我还是可以运用我在当演员、当艺人的方面去影响社会的大家。之前有参加一些环保的活动，然后我就也发到社交网络上，然后看到原来大家也会对环境或者是大自然的一些消失会感到兴趣。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非常微不足道，凡事都是从小事做起。